我有非三国高门不及的代物抵罪，为何却到高门去看，却心生替助之？不明，不明哟。这真是莫名其妙，这人之境怎如此？何说剑指千峰，千人闪万人风，可闻情场顶峰，一点秋波得不留，剑戟无相。剑指，神机但求你寻救路，何必来求走？我入他人其所，剑指失礼。剑指刘伯，事态有何指教？神机，请我神机。是谁剑指你入家门又匆匆而走？你是什么黑人之境？什么怪路？哦，此地是黑人之境。哎呀，身为主人竟然不识机策，看来是我离开太古，寄望过远。离开太古，就该留下好好修行。你受伤在身，有我在此，就能照料你的伤势。是，剑指心肠的修道之人。关于周游天地，魂游四海，既无定数，既是家常便饭。蓝天大地为家乡，所以世态关心之情，剑指心灵，故事剑指心家。剑指你傲风了，一定是我拄只讲话。心情太过激动，你心有愧疚，所以这一时心黑上冲。师太，我是雷兄佛法，一时羡慕得起。雷兄叮当，你就卖光了，先入房来，我替你换些花银。师太，哎呀，师太。我只需要独自静养，真正卖闹了，惊了。嗯，天地四海。有一名生还者，有人先一步窜入黑暗之间，杀人的手法十分的残忍，到底是谁下的手？天条不紧，也重生。嗯，先知悉人之境，了解剑指凶手，再与他讨论此事。他夫人，请问此地是何人之境？是福建分水，伊来到何人之境，必有要事。连开口的两两不如，剑指啊剑指，你要静静。此地就是何人之境？有什么指教吗？请问剑指身在何处？剑指现在不便进去，请回吧。这是什么话？不要紧，不剑，以咱的交情，一定会进入关心我。剑指伤势如何？可否让我一观？对了，只能讲就对了。
兼受我的照顾，伤势不成问题。弟弟有身在上，你的身份不明，我专令随风里进入你。我乃兼受其有，不兼昏睡。原来是兼受朋友，是我太慢了。大叔请进皇帝。太多大转变，实在是不用，想不敌师太如何称呼？咦，卖称我师太，你看我竟然忘了自我介绍，我乃剑子仙姬。剑子仙姬，不剑吗？你要相信我，这是剑子正在被射疗伤，有失完形。仙姬带剑子向大师下罪，但剑子可是不便进去，请望大师海涵。去了去了，这次跳入黄河也死不清。无妨，剑子伤势疗伤无碍，有药师药，可望琉璃仙境或者不该研究中。稍等的不减昏睡，大师比仙姬一代为转达，多谢大师关心。你听我解释，不减昏睡故事，请慢走啊！大师万幸，去了。我一时清明之策转弯，从天定定，两袖修来呀。